老师们好。这是什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文翰。这是什么？一直在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我巨蟹座，身高1米8，体重64公斤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就开始了。好的。我咳嗽，咳嗽咳的。贝德星，你在干什么？好吧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